我觉得是左宜萱。那我就猜詹姆斯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俩猜拳，又猜拳，看老天爷会。那你然后嘞，不管你为什么完全没有在尊重我的意见？我是里面最想吃的人哎，我怎么样惹嘉宾生气？不要碰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我想。这个料哇，为了谁呢？太丰富，对啊，你来，超棒的，拜托你常来好吗？拜托，拜托，好，我每天来，你们每天录影吗？你来，我们跟吃年夜饭一样，这三样都是他爱吃的啦。对，我都你爱，为了你爱吃准备，太狗腿了，这个菜名叫做。塔香蒜酥和牛肝炖，目前大约差不多七分左右。蒜头可以吗？有，对，有超爱蒜头。来蒜酥，哇，超爱蒜头，真是快小癌哦。这也太美了吧！塔香蒜酥和牛肝炖完成。太扯了啦，或是有点战斗营的感觉。是你激起了我们的斗志。我的荣幸。好，但是不见得吃得到。型男演技王，我们首先登场。我们要吃的东西是什么？一个是正常的巧克力蛋糕，两个是加的极度大量大量的黄连素。愁死愁死！不要这样子啊！不然你让我倒一次。不要给啊！太快太快太快！太假！太快了，烂透了！你要让我吃吗？我现在猜你是曾慧成，那你觉得是 Selina 吗？你做最后决定，去。真的吗？对。Selina 姐姐还是那个胖叔叔？你看哪一个？拿起来吃小口。没有没有，真果塞进去，伤口就会有感觉了。真果不行就吐掉嘛，真果塞进去，然后不行就吐掉，完了真的，他就清楚了。确定吗？清楚了，咬一半就好了。甜的吗？甜的吗？你能不能看另外一个？你不确定甜到他吃不出来。那你吃一下塞琳娜姐姐。我没有，甜的甜的是甜的，我没有。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我想，因为我可以耍一下大憨。来快点，我们来吃肉肉。不是，我可以吗？海胆，真的。想要煮给他吃的人都吃不到。真的就不觉得这个苦。我们可以吃海胆。哎，今天就会吃。这是甘甜的。人类的食物还是好吃的，来。你很甜，因为我是你妈妈。不要拦我，这不是钓鱼。成熟一点，你看感觉还要厚，好吃哈。它的肉的熟度是不是太熟？对不对？老实说，对不对？说出来没有关系。太熟了，不要怕伤害它。哎呦，红的，红的，不会的，还粉的呢。水水面还粉粉，肉也够好啊。那牛油来煎干贝有香。你还能吃一点？牛油煎干贝真的太扯了。你知道对不对？用力，掌声鼓励。谢谢吴师傅。我很想吃。鱼子酱蛋酥极鲜拌饭完成。哟！今天师傅都拼了。来，吃的是，一碗是正常的香菇鸡汤，两碗是极咸香菇。那碗看起来很好喝。好喝啊！哎，那个好像拌汤匙而已哦。我真的还有一口。走一个，哎呦！吃点料嘛，吃点料嘛。好难哦，看不出来。我觉得魏然吃到了，我也觉得是遗憾。怡然吃到了吗？吃到正常的。嗯，怡然一定吃到了啦，一定吃到吗？我觉得是左宜萱。那我就猜詹姆斯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俩猜拳，又猜拳，看老天爷会。那你然后嘞，不管你为什么完全没有在尊重我的意见？我是里面最想吃的人哎，我怎么样惹嘉宾生气？不要碰！你知道你刚才第一个说，我认为吴怡涵没有吃到。刚刚那个是吴怡涵怎么办？你跪下来给我骑
人来，好这样。哦，那一人一人，一人一个，阿班一人一个。你吴雨涵，我詹姆斯，来，好，一人一个。好啦，谁赢的就算谁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知道吗？剪刀，剪刀石头布。因为我很怕我要担那个。剪刀石头布，布。所以是我们的选择是文轩。啊，轩。好。好会演。对对对。他好会演。你是不是要坐在地上？齐晨哥，齐晨哥，齐晨哥。刚才说你说的有道理，所以那列入选项，你没有猜赢啊。观众都在看啦，我觉得行侠仗义大家都粉丝。人在做天在看啊。好了，今天要有支持投七就好。